小鸡、小马、小派。我知道中村是那边，但是我就是想去那边。那就是说，所有地方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项目吧，但那个也挺好的，那个也挺好的。这样。什么？有吧？我觉得就是，我自己吧。刚刚说那句话也是有口音。